大家好，这个是我的好兄弟元赞赞哥啊，今天特地从外地过来，和我碰撞一下我们的春季菜单。未来陆续这几天啊，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春季菜，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。龙哥，正好这个现在是春天，春笋刚上进的一个时候，我们龙哥给大家分享一个菜品。今天我们就分享一道我们的春季小炒，对吧？茴香、百花、春笋炒山药。OK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。过过它的甜点啊，是。一个小炒，我们现在升油温的同时，我们打个小绞线，基本淀粉一点盐。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小炒线的嘛备用。我老表这个单手倒油还是很猛的啊。备一下我们的山药。是，备山药可以给点糖啊。因为我们这个笋啊，处理的时候给糯米给点味，几味去味味这个笋啊，味它40分钟的了。我们煎的时候让它定一下型的时候，我们给它味，看它收一下汁，因为它虾胶有点厚啊，给红汤的话让它不用那么的苦啊，是吧？变颜色。OK， 我们这里给点蚝油。然后一点点生抽，备用。山药，把料都爆香，给盐水冲一下。茴香，我们开始 ，OK。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分享啊。今天我们这个茴香、百花、春笋炒山药就跟大家分享完成了。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思路，我们也可以打在公屏上面，大家去讨论，大家去设一个改良。那我们的春季的小炒还有春季的一些菜品之类啊，我们也去互相的去分享，去交流，去学习，一起去进步。